王一博，你是我们所有的王一博，你的粉丝怎么都这样？两根手指稳稳定住，有种四两拨千斤的气势，苍劲有力，筋骨突出，内功了得，不由得赞叹少侠好功夫。宝贝，干嘛？尝尝爸爸做了麻辣凉皮。我爱凉皮。吃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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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，吃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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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。宝贝，好吃吗？太辣，好辣！滚！辣呀！越来越辣，越来越辣，越来越辣！咋一滴汗都没流？哼，看我的新装备！爸，这谁呀？一头红毛有点醉呀。五百年前有个红毛妖怪，说慈善是他开，每天都要让我说他好帅，否则也就要少了我的店。苍天啦，大地呀，这人霸道的很呐，要说一万遍他好帅，真要命咧。我操，无情。你看看这孩子是不是惯的，面还行，就是卤的有点咸了，都有点齁挺，撕个面条的事儿真多，不吃滚去。最后一碗了，我也吃饱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听说这样的脸型叫可爱脸，就是可爱的小朋友才有的脸，越可爱的脸越圆，你看我可爱不？